六幺六。你好，请问饶导在吗？请进。哦。宁雪，就等你了。哎，快！等等，这是什么广告啊？啊？内衣广告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怎么了？不拍这个呀？我还以为你拍过内衣广告呢。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你就当做你在沙滩上。我朋友说他们在拍内衣广告的时候，他。放心吧，有我呢。不会有问题的。那饶导，我只信你哦。嗯，换衣服。好，跟我来一下。好好准备一下，一会儿每个人试戏，然后直接拍摄。这条结束了。刘总。刘总，您看谁比较合适？就这个吧。跟我想的一样。是吧？那您看什么时候可以拍正片了？现在就可以拍了。可以了，可以带演员换衣服。学姐，这边换衣服啊。刘总，你好，打扰一下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名片。哎，好好好，希望有机会合作。哎，好好好。刘总，我们特别希望能和您合作。哎呦，这小嘴真甜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谢谢。刘总好。忙着呢，刘总好啊。哪件事？啊！刘总，嘘，吓我一跳。刘老板，别紧张，咱们都这么熟了。其实我们呢，一直都在物色像你这样的模特。这个我们公司吧，也准备向前卫服饰迈进。我打算跟你签约，第一年给你300万。啊，300万？啊，对对对对，300万，聘请你作为我们公司产品的形象代言人，怎么样？不错啊。是是吗？怎么了你？真是，你不要大惊小怪。是这样。我们吧要跟每一位跟我们合作的模特深入沟通，你懂了吧？懂不懂？刘老板，行了，可以了。哎，小平，哎，来一下。刘总呢？刚刚看他出去了。不会是？哎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咬你干嘛？干什么？刘总，你饿了。刘总，这是我亲妹妹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这妹妹太厉害了，你这。刘总，您看，哎呦，如果有什么事儿，咱们把这个片子拍完了再说，您看成吗？以后再带个姐姐妹妹啥的，你得提前打个招呼啊。刘总。
他不懂事儿，我代他跟您道个歉。哎，你也理解一下。你看，如果演员方面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俩单独出来好好聊聊。不是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我吧是看你妹妹形象挺好的，我是想请她做我们公司产品的形象代言人，就这么简单呢。撒谎，根本不是这样，她就是想欺负我。不是，你这姑娘，你说话注点意，我哪有那样啊？不是吗？我这刘总，人要脸，树要皮，兔崽子是窝边草的。行了，你说谁没皮没脸呢？啊，一天你妹你妹的，她是不是姓杨？你是不是姓饶？你俩根本就不是一个气儿。上坟烧报纸，你糊弄鬼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小算盘，就你们这些导演，我看的太多了。你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，你装什么装？我告诉你，这你就错了。我错什么错了？我做导演有我自己的道德底线，我带他来，我就要对他负责任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告诉你，你不准再碰他。哎呦，怎么着？你还想打我呀你？你这家伙够暴的呀！不是你小子，不但不懂风情，你还多管闲事。你到底能不能干？不能干，你给我走。不干了，太好了！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能跟你这样的人合作，简直是耻辱。走，哎，你给我回来！哎，我封杀你，信不信？来，这不错，还有这个，多吃点啊。以后咱们公司啊，每个月聚会一次。费用由我个人承担。哇！今天呢，我还要表彰一位同事。虽然他到公司不久，但是已经拿到了两个单子，他就是凌霄。好样的！好样的！凌霄，你跟大家说两句吧。我认为，只要用心去做每一件事情，全心全意的去投入到工作中。这样就足够了。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运气好而已，还得跟各位同事、前辈们多多学习。太谦虚了，太谦虚了。来，为了咱们公司，大家一起加油！来，加油！加油！嗯，坐吧。来，吃吃吃！来来来，这好多好吃的。嗯，凌霄，来。谢谢陈总，你也吃。好，那个陈总，我单敬你一杯。凌霄，我敬你一个，感谢你为公司做的一切。应该的，陈总。干了。谢谢你的关照。今天的事儿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哎，没事儿。不是，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你。发生这种事儿，我真是个笨蛋。别自责了，其实也不怪你。我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只不过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。哎，不过没关系。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简直让我刮目相看啊！真的，就是在你转身拉我走的时候，简直太帅了，就像一个 super hero。哪有？才不是呢。是，就是，敢对这种社会阴暗说不的人，那就是英雄。还有你那句话，怎么说的来着？和你这种人合作，简直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简直太帅了，多么义正言辞啊！有种壮士赴死的将。你要是不做演员，都白瞎了你的才华。好菜不怕等，慢慢来喽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真的？其实我也这么觉得的。好，就为你这句话，我决定咱们今天晚上喝两杯。我陪你。服务员，拿酒。